日嘅 ET 个股推介咧就系可以自家6690嘅，咁啊拣选原因系啦，深圳市发改委啦、深圳市商务部等等嘅6个部门咧就联合印发实施深圳市关于促进消费持续恢复嘅若干措施嘅，围绕消费端、生产端同发力啦，咁啊实物消费同埋服务消费相促进嘅，长期政策、短期措施咧都要相结合，提出咗九大方面30条措施噶。信银预期啦，中国咧将有更多嘅地方政府咧出台鼓励消费嘅政策，咁股份方面咧就可以关注咧呢个可以自家嘅。可以自家透過產品全球化、高端化啦，持續推動增長同埋咧利潤率擴張嘅業績咧好過同學。咁其中咧面對疫情嘅挑戰啦，可以第一季咧嘅經營表現咧就係見到佢嘅韌性噶。盈利啦就按年增長15%去到35亿元人民幣嘅，收入就係增10%去到603亿人民幣嘅，毛利率微升0.05%去到28.5%嘅。公司第一季业绩表现理想，主要由于高端品牌收入增长明显，以及是多品牌运作降低经营风险，其中内地卡萨帝品牌收入就是按年上升32%，北美包括 Monogram 等的多个高端品牌都增长超过30%。全年嚟计啦，根据彭博嘅综合预测，可以今年嘅盈利咧预料会录得152亿人民币啦，按年就是增长16%嘅。2022至到2024年的盈利呢，那个复合增长率呢就是 16.8% 的。咁走势嚟讲啦，可以喺3月中呢就是见底反弹啦。目前沿住上升轨呢反复向上的。昨日收市就是报27.2%，升了 2.3%。策略上啦，建议投资者喺10天线呢，即是大约26.5附近吸纳啦。第一站先睇5月初高位30.6的，跌穿25蚊呢就要减持。主要大行给予可以嘅目标价呢平均就係36蚊嘅，中线呢就可以作为参考嘅。